放心，还是波波，不是悠悠。是哦。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叫我去哪份有就放脸不认人了、啊。我已经跟你一刀两断，你至少在我面前消失。老婆，不要这样对我嘛。你再这样叫我，我对你不客气。好好好，我走就是了。哎，你们想不想看你们的同学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呢？哈喽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女学生可以随时变辣妹哦。你想干什么？跟我走啦。拜拜。哇，大师们，他们牵手哎，看来男朋友没有劈腿哎。难道梁志基自作多情？你为什么在学校外面等我？今天是第三天，你没来找我，我不是来找你喽。只要拿到钱，我以后不会再来骚扰你。他是不是威胁你，跟你要钱？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我帮你报警。打喽，最多不是一拍两散。你不可以报警啊！他这么烂的人，你还要给他钱，他会没完没了的。Okay.不要说我不提醒你哦，如果警察发现那些裸照，明天的报纸登出来的话，你肯定成为大红人哦。你什么裸照？我帮他拍的，全是火辣辣的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真的给他拍裸照？是不是他逼你的？你为什么那么傻，让他拍这种照片？不要再问了，只要他不公开，他要钱，他要怎样，我都会答应他的。你用这种手段威胁他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怎么？心疼啊，要不要欣赏一下，很正点哦。你要钱是吗？你要钱我给你就是了。有了这些钱以后我们各走各的，从今以后我跟你一刀两断，什么关系也没有了。哦，有了新的靠山就不要旧情人了。小兄弟，我把的旧鞋交给你好了，好好帮我保管。手机拿出来。哦，对哦，差点忘记，还有一点提醒。我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我都没有帮到你。不，从最近所发生的事，我终于看出谁才是真正关心我的朋友。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笨，糊里糊涂就给他拍下那些照片。我真的很后悔。下次小心一点就好了。经过这件事，我还不学乖吗？我现在啊，只希望那些不愉快的事都赶快过去，以后能过着平平静静的日子。可以的，一定可以的。你不会把我的事情说出去的，对吗？我会当一切的事都没有发生过。谢谢你。对不起，我来迟了，让我来吧。教练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每次来做复健都要麻烦你。不要这么说，因为体格不小，需要人家搀扶。我有时间一定会来陪他的。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关怀跟帮助。我跟他妈妈希望能全心全意的陪他，还有照顾他。尤威，你听到没有？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。这孩子一定是在担心他的双脚没有什么进展。尤威。医生已经说你已经开始复原了，只要多去做物理治疗，你很快就能看得到成绩了。
知道，勉强赶快好起来。可是要完全康复，还需要一点时间，不要操之过急，不要泄气，让我和你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梦还在远方，我用力挥动着翅膀，不在意旁人的眼光，和夜风在抵抗，冰冷的月光也不能冷却我的渴望，努力画出属于自己的一道的石栏。幽薇，你没事吧？起来，没事吧？哎，幽薇，不要这样，幽薇，不要这样，起来，老师帮你，来，起来。不气馁，哪怕最暗的星星都比我更辉煌，像梦想。尤伟，你要去哪里？我不要你管，你让开。你只受到一点挫折，你就放弃？那个以前充满斗志，不轻言失败的是外面到哪里去了？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吗？如果你把自己封闭起来，只能当一个懦夫，一个永远的失败者。我已经是个废人了，我已经失败了。